我只关心反阳的病人会不会再传播。全国按照现在为止没有看到这个数据，我为反阳的病人老早做好了准备了。反阳的所有的病人为了安全起见，虽然现在没有传播的风险，我们还是给他努力的隔离，吃好的，穿好的，住好的，再让他观察2个星期，2次阴性以后再出院，不是挺好吗？我不认为这。